活泼时尚妈咪范玮琪变身表情后，不计形象大翻白眼亲和力十足。活泼时尚妈咪范玮琪以率真自然个性与阳光形象虏获众多粉丝喜爱，获腰丹钢国际时尚配件品牌 Kipling 台湾区首位代言人，于今 3%出席 Kipling X Emoji 亚洲限定联名表情包上市发表会。范范以超萌表情演绎联名表情包款，完美诠释新女性的乐观时尚主义。现场不顾天后形象，大碗秒速变脸，大笑、瞪眼、哭脸样样来，挑战搞怪表情最大极限，直呼颜面神经已失调。范范自曝从学生时期就是 Kipling 爱用者，喜欢超级实用又兼具时尚设计的包款，最新 Kipling X Emoji 联名包款的各式逗趣表情图样，让范范背上 Kipling 同时为自己创造生活乐趣与都会时尚。Kipling X Emoji 联名表情包上市同步举办大型嘉年华会活动，缤纷装扮的有一行舞团炒热现场气氛。范范以一身清新浅色洋装搭配最新丹宁风表情包压轴惊喜登场。在现场快问快答活动中，范范尺度大开，挑战秒速变脸，无论是大笑、大哭或啾咪等表情皆可驾驭，甚至在被问及黑人相关问题时，也不避讳地翻了一个大白眼，变身为表情天后，十足称职。范范笑称，今天用脸过度，颜面神经大失调，太崩溃了。不过还好平时在家有练习，要逗小孩的时候也是要表情丰富，才能把他们逗笑。言语中不时透露出对小孩的在乎。除了快问快答外，范范也和在场粉丝零距离互动，比判表情默契大考验，现场笑料百出，也再次展现出范范的高人气与亲和力。国际时尚品牌 Kipling 有著轻便实用的优点，让范范自学生时期即是死忠爱用者，曾买过后背包、大型手拿包及行李箱。范范自曝接到代言合作时心想，身为爱用品牌的台湾首位代言人，真的可说是元气20年。这一次由自己喜爱的 Kipling 以及每天聊天都会使用到的 Emoji 表情符号合作，一个是充满欢乐气息的品牌，一个是能表达自己心情的符号，两个正向能量结合在一起，让自己充满力量。尤其是现在多了很多不同的身份，有的时候是母亲，有的时候是老板，有的时候是老婆，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使命，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达到平衡，需要满满充足的正向能量。而 Kipling 和 Emoji 的结合就是给自己满满正能量的来源，所以除了自己用的包包之外，也一定会挑选各系列适合全家人使用的潮流包，让李家人都能充满正能量。